台风天要抗潮，开除湿机一秒搞定，只是想有效改善潮湿环境，机器怎么摆位置差很大，稍微离墙角一点点，大概50公分这样子，这个空间是比较好的。想省空间，不少民众会把除湿机靠墙壁放，原来这是 NG 做法，因为角落墙边通常空气比较不流通，除湿效果打折扣。正确应该要放中间，最好距离墙面至少50公分，通风散热。除湿机的部分还是做一个交换空气的动作，所以空气从后面进入之后，从这里再出风，不应该贴住墙面，它要留一个回风的空间。搭配电风扇，让室内空气循环对流更加分。但民众最怕耗电，到底除湿机跟冷气除湿模式哪个比较省？专家这样说。如果电的话，现在变频式冷气的电都是非常省的。其实还是得看室内空间频数，专家建议如果超过10平，势必要靠除湿机才够力。另外还可以适时打开衣柜通风，减少湿气。平常看完的报纸卷成纸卷后放到衣架上，也能吸收衣柜湿气，或是摆放橘皮、竹炭和小苏打粉等产品也能除湿。另外准备好纸团塞到鞋子里吸水，也能避免发霉。只要做到定期更换，在台风来袭也能成功抗潮。三立新闻陈玉昭轩台北报道。